好，下面是浩浩和文静的组合。盖哥，万一我正面直冲你来了，就冒气崩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难道不担心你直接把那个盖撞到红心中心吗？老秦，那就是我们的战术。对的，借刀不能撞他。大家安静，安静。火炬手发言了，安静。好的。我们会打一个那个弧线的，会到盖哥那边，然后刚好绕过去，然后直接到那个红心。他是火炬手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对。好。哎，你把那个上面轮子顺一顺，往前推一点，顺一顺。对，对，你抓好了啊，文静。哇哇！火炬手，火炬手，火炬手真的好专业。我们会打一个那个弧线的，绕过盖哥，直接到那个红心。真。快扑倒了！你怎么回事？他是火炬手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对。文静跟浩浩的战术就是谁也别想赢啊，谁也别想赢，挡住他们。太死了这个。文静跟盖的这个位置非常接近，刚刚最后停的位置是文静稍微领先一点点。